好，报告委员会哦，我们出席的委员六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始开会。那本周一、三、四是一次会，首先进行报告事项，请议事人员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委第九届第二会起教育局文化委员会第十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2月7日上午9时3分至10时42分，12月8日上午9时至下午5时14分。地点本案群先头1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嘉宾委员等14人，列席委员陈罗珀委员等33人。列席人员12月7日，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小仙率同有关人员；12月8日，教育部部长潘文忠率同有关人员；主席陈召集委员学生。12月7日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决议。一、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53项，核能研究所120万元照例；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22项，核能研究所原列1亿3900万元，增列使用规费收入输入费360万元，改列为1亿4260万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72项，核能研究所202万元照例；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70项，核能研究所182万5000元照例。税制部分18款，原子能委员会主管第四项，核能研究所原列24亿4255万3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7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目。计划管理与设施维运之综合计划与核物料安全管理国内组织会费25000元及第三目核能科技研发计划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去先照列，共计减列172万5000元，改列为20亿4082万8000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会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代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12月8日报告事项，教育部部长及原住民委员会。原住民族委员会就原住民族教育政策推动与预算编列进行专题报告辩备咨询，本会议程由委员苏巧慧等18人提出咨询，进行教育部部长潘文忠、原住民族委员会政务副主任委员汪明辉及相关人员及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吴志扬等3人提出书面咨询，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委员所提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三、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会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决议。一、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教育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已部分审查完竣，未及审查部分另定期继续审查，审查结果如下。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84项，教育部1070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73项，教育部原列3280万元，增列行政规费收入228万3000元，改列为3508万3000元；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00项，教育部108万6000元照列；第七款其他收入第97项。教育部原列2亿0497万元，增列杂项收入其他杂项收入503万元，改列为2亿1000万元。二、税收部分，第十一款教育部主管第一项，教育部原列1345亿7291万9000元，减列第一目一般行政中推展一般教育及编列教书款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及人事行政管理与财务辅导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共计减列100万元，去接占照列。暂改列为1345亿7191万9000元，本项通过决议5项。二、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会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通过临时提案3项，宣读完毕。好，请问各委员对于议事录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那我们议事录就确定了。那今天的议程呢，是继续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那我现在介绍在场的委员首先是吴思瑶吴委员。
柯志恩柯委员，苏巧慧苏委员，蒋乃馨蒋委员，黄国书黄委员，谢谢。那我们杨部长应该大家都熟悉了哈。那我们三位次长啊，以及科技部所属的团队了啊。那我们现在呢，接下来进行讨论跟协商。我们上次的预算案还有一个第六目哦，科发基金的部分还没有协商哈。那我们现在开始，部长请坐过来，来相关的。对呀。自己的项目，所以变成说零一之一这样一个。OK， 来，各位委员啊，我们的第六目非营业特种基金哦，首先第135、136、137都是一个总体423亿4560万9000元整的一个大项了哈，那我们是不是等于先暂搁着，先讨论细项，再回来处理这个总的这个预算数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从01、138，零一十一，因为他那个是，我们是不是三个一起啊？零一向下有总共有16个细项，那所以来从我们思瑶委员跟张廖万健委员、陈学胜委员、李立芬委员到第几啊？到142了，好不好？三个细项一起，好不好？到142，好不好？138跟到142。来，思瑶委员第一，好，来，没关系，大家慢慢来。对，请大家先看一下哈，这个科发基金哦，里面的01哦，那有司药委员，那02呢是张廖万坚，03是陈学胜跟李立芬委员。那请各位就这138到142可以拿出来讨论，那等一下我们预算的处理就分开处理。来，我跟各位报告哈，这个我们预算书呢是从第68页开始。68到71啦哦，所以总共有16个项目啦，16个细项。这个比较好看。这边比较好看。对，这边我们比较清楚。科技部有第一轮的回应啊，那科技部已经有有关这个我们预算提案的这个说明哦，也请各位大家参酌一下。好，我的138案，其实我的提案内容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我上次也质询过了哈，就是我们在旗舰计划被砍的，本来要建制的南海国际科学研究站的建制计划，那就完全是只剩2000万，被砍了2.5亿。那我看到你们的说明里头是，当然要有一些因为预算被砍了，你要找一些另外的钱或是另外的计划来搭配来调配嘛，所以你们是要以现在的东沙海洋研究站为基础。对，写是这样写啊，真的就可以吗？那你这样不会排挤到东沙海洋研究站原本要做的事情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说明一下好不好？是，我是只有冻结嘛。来，市长来说一下。
吴委员，我们非常积极的已经成立了一个南海国际的国际研究中心，是，然后他除了推动东沙之外，还会进一步到太平岛去做所有相关的一些研究的规划。那在部里面也有从这个前瞻的研究议题里面，部长会充分来支持，让我们完成这些项目。事实上，这个部分是完全在推动之中。那我们在上个礼拜还菲律宾的部长也来访，那我们有非常密切的交流跟合作，包括火山、地震、海啸等相关的议题都在推动这一个相关南海周边跟周边国家的合作，那非常积极在处理之中。那可不可以补充报一下你的单位跟名字？因为那个公报要写。他这自然是那个研究计划部分，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把它挪去，但是现在就是差一个大概那个8000万左右的雷达站，但上帝雷达站那个比较敏感。我去国安会已经问过哈。探听他们的消息，他说21号我们再一次就可以确定要不要那个时程什么时候可以盖这样。我讲一下哈，其实你们现在当然就是找方法找钱嘛，那因为被砍了，当初你们都没有预期，所以我看到你们的回应计划是说106年的经费就会由科技部本部的各计划来匀支补助。这就我很担忧的，也是我很不乐见的，你就变成排挤了原本你要做的各项的计划。那哪些计划会受影响呢？你要从哪些计划去匀支补助补回来这一块呢？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可以补资料给我。第二个部分，你们还是希望南海要能够做嘛，所以你们打算在2017到2019年度就会用新的预算来编咯，回到部本部的预算咯。所以这是一个4年期的计划，影响的就是第一年，也就是106，那就是关键了。我非常担心你排挤到其他部本部要推的计划，而这些是什么？你不能很简单的一句告诉我有本部各计划匀支补助。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预算这样调来调去，你送来就是叫起缸嘛，什么计划要做什么事情编足嘛。你现在匀支代表其他的计划是怎样？要么被严重排挤，要么就是当初都给他很腐烂的编列。所以这是其实我很concern的地方在这边。那当然未来你3年有新的预算可以去补，这是部长承诺会在部本部来处理。那今年怎么处理，这就是我很担忧的。显然还没有说服我嘛。他在补资料给委员哈。好。我来，其他委员有没有其意见？因为这主要是四要委员的提案了、啊、哈。那他是建议酌动啊，那我是请四要委员。动的数额可不可以再低一点点？低一点可以啊。那动个5000万好不好？动5000万补充书面报告好不好？主席啊，好来，我想了解一下。好来，你这个里面的海盐1号、2号、3号是什么？有在车。来回答一下，好来，你的单位跟名字。哎，我是自然师师长吴俊杰，报告委员。那基本上，在这个138案里面没有提到这个海盐1号、2号、3号。不过基本上整体而言，部里这个海盐1号、2号、3号有关海盐研究船的更新计划，事实上已经都招标完成了，现在已经开始。可是你68页里面说明有包你的预算里面，你这个预算里面有啊？不是提案没有讲到就不能问？你的预算第68页里面，我要帮蒋委员讲话。那个部分有，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未来3年要把这个海盐1号、2号、3号整个做替换，那这个已经今年刚好前一个月完成招标的程序，已经开始逐步在建构。那预算就是在预算还没有过，你怎么可以招标？那原先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讲清楚，讲清楚。好，这个我请黄处长。跟委员报告啊，那个海盐1、2、3号的台湾计划是从105年度开始，那105年度的话有编2.5亿，那个106年度继续编列3.8亿。以上报告。不是，你这个前瞻是编的八亿多的，那个是什么？那个不就是海洋船在里面吗？前瞻是，我不讲，说。我们这个应该是后续的，原先已经是所谓的这个是叫国建。是，我们这个是国建计划的延伸的部分。预算书60页、59页，海洋科技发展计划8亿8300多万。哦，那个是
对不起，那个委员，您提的海洋研究船的吗？您提的这个部分可能是国研院的，海洋科技中心的其他的船只。对啊，那这不是我们的海研一二三号。海研一二三是什么？就是在自然师这边，另外有一个海研的一号、二号、三号。现有的三条船海洋研究船的所谓的更新计划，那这跟国家实验研究院的另外的在补海研五号之后的另外两艘的计划是平行在处理的，这是不同的船只研究船只。这样子吗？是。那个委员，我说明一下哦，那个海科中心还没有成立以前，就有三艘研究船是台大海洋大学跟中山嘛，那三条船，那都很老了。那我们现在部本部里面自然师下面就想要把它淘汰翻新。那海洋，科技研究中心成立以后就盖了一个海研五号嘛，现在沉掉，他们现在已经有个二号，明年就，他们有一个海洋船，明年2000吨就明年就进来，还要再一个3000吨的，现在明年才要开始要招标这样。所以一二三号是我们自然师里面原来的，要淘汰翻新的，跟那个海科中心的船是另外分开的。那个部长，你给我一个详细的资料好不好 ？OK， 好，好吧。那等到省科发基金税出的时候 ，OK， 我们再来看看。OK， 好。没有，我们现在等一下，那个蒋委，你的意思是说给？就先处理这个细项啦，这个细项是吴思耀委员在这个01里面他动5000万给书面，那是不是也给这个蒋委员详细的这个船的这个海员123的一个书面资料要详细好不好？这个等一下，因为将来科发基金的预算我们还要再审呢、啊、对，我们还在审科发基金的预算嘛，这审科发基金的预算的时候，你在这审科发基金预算之前你先把这个资料给我。好，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重复的话，基本上我没有大意见。好，我就是避免要重复，因为你前段是编了8亿多，你这边又有经费，是不是有重复？如果没有重复，基本上不会大意见，不会重复，好不好？不会。所以省科发基金税出的时候，好，我们这我 OK 好，好不好？那你赶快现在先把资料给我，赶快把资料给这个蒋委员。OK 好，蒋委员用意很良善呐、啊，他就是说不能重复编列啦。那如果是不同的预算，他都愿意支持哈。好，那我们138案哦，01项向我们冻结5000万哦，给我们吴思耀委员跟蒋乃馨委员哦详细的书面资料哦。来，139是张廖万坚，02，张廖万坚委员不在现场，吴思耀不要。我要帮那个李立芬委员说一下。哦，好，你先讲。他4142就请你们，他都小小动200跟500，然后理由也有数名哈。那他愿意把两个案子就改成主决议的方式来处理，也谢谢你们的说明。好，我替立芬讲一下。好，那141跟142，李立芬委员他就不冻结了哦，预算照例哦。那希望呢这个。转换成主决议的方式哦，来帮他写一下吧，你们帮他拟一个稿，帮他拟一个稿，好，好不好？好，那张廖万坚委员不在现场，陈学胜委员、柯委员还是江南委员、新委员，要不要帮他讲一下？陈学胜委员的140。好，没关系，看了一下。说明一下好了。好，来，科技部说明一下，来，有关陈学胜委员的提案。那个陈科志来说明一下。来，生物医农科学研究发展。是跟我是生科室室长蔡少正，跟委员报告，这个生物医农的研究哈，它基本上来讲，像台湾这个生物经济呢，它是一个跨部会的计划。那我们在105年推动，那106年我们持续推动哈，我们也是因应这个全球高龄化跟少子化哈，也是各部会规划。我们刚在这个10月哈报行政院一个生医产业创新推动方案，那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台湾生物经济的延伸哈，106年我们还是持续推动，所以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呢。请委员支持。那是不是请柯委员跟蒋委员同意着动给他机会提出书面报告，好不好？那也动个5000万吧。
买啦。啊、好。他那个大部分都是学给学界的学界的经费了。那个我们学术师都是给学界的经费哦，这个。啦，这个都是学术界的，动个5000万呢、好不好？书面报告，好。谢谢。好，谢谢。那我们139张廖万坚委员不在现场，是不是就我们不予处理？好好，那接下来是143到145，是林一乡下的第五科学教育研究发展，来有苏巧慧委员、吴思耀委员、张廖万坚委员。好，我是第143案这个案子哈，那143案这个案子，其实我在质询的时候也已经提过，那么现在呢，这个科技部这边我就说。你们已经有用书面第一轮回答了嘛？那其实我对这个答案不是很满意。好，不是很满意的原因是，这就是很这一篇看起来什么都回答到了，但是你如果细究下去的话，就是比如说第一段原住民科学教育计划与规划推动之处，好，那到底是多少个计划？第二段有选定的原民学校、原民合作学校，那请问清单是什么？其实好像也没有看到学校的。哪一些学校给我啊？好，我要这个资料的时候，其实也看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学校。那么你现在说可以转换为云端数位教材，那这个我也很同意啊。但是到底现在进行到哪里了？我想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上一次在质询的时候就已经提出的状况。那更不要说到第五点的时候，是说未来会将云端数位资料函送这个部分。我想。未来是什么时候呢？从上一次质询到现在，是不是已经可以把这个资料？我要求的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个计划，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觉得科技部愿意提供经费来做这件事情是非常好的，本席非常支持。但我希望的是，这个计划做出来的东西是真正可以用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让这个横向联系做好，然后和教育部和原民会这边可以沟通起来？其实我要求的就只有这样而已。那截至目前为止，从这个书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已经有联系的状况，所以是不是请先解释一下？好，我是好来解释一下。柯国师师长周世杰哈，谢谢委员的这个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关心哦。那因为在这边的回答，我们是部里面只能简短的回答。那我们已经有非常详细的。刚才委员问的各个项目，像原住民的学校到底有多少个学校参与，我主要就是要感受到你们这个东西已经有落实，这样就可以了。对，有落实，我们都有资料，我们 后续再补给委员。那云端资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也就是希望所有的计划它都能够放在云端上给其他的原住民委员使用。所以你的未来是什么时候？第三点是已经在做了。那第五点是说，其实像原住民委员会的副主委也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其实他们都已经知道我们有这些教材。那我们只是说，我们就是完了之后，所以你也不能逼迫他去使用，是这个意思？因为执行还是在原住民委员会跟教育部，教育部当天一起来质询的时候，所以你们也没有办法跟教育部有一个好的沟通。我们有，他们也都参与这些计划。那我只是说，真的要在学校里面去实行，在原住民委员会里面，他跟原住民相关的，真正要在政策上，可能还是要他们那边去执行。那请问部长，像这类事情是在科技汇报上面，或者是其他的是可以横向联系的部分可以？有这个麦克风给麦克风给部长。教育部我们有一个平台哈，著名没有了、教育部的陈良基次长和我们三个月，原则上三个月哈，那有特殊的特殊的 case 的时候会体验。这个目前我主持过一次，那一次里面并没有这个议题。那之前的上半年或者是上一年度有没有我们不知道。那下一次的话，我们可以追踪把这个议题放进去。下一次的话，原则上应该也是在这三个月内会在这三个月内是。是，我想这个科目其实大家要讨论的都是说我们的科普教育或者是我们的大众的科学知识的传播，那包括从这一条教案的研发一直到后面如何去推广，其实真的都是我们科技部有做了这么好的研究要如何推动出去。那我们在意的是要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益有效果
的执行啦，所以其实委员关心的大概都是这样，从我的案子一直到后面这个思瑶提的，好，这个帮跟我们余婉如余委员一起共提的，甚至是再下一个张廖万间委员的，因为他现在不在，那我也有联署。其实我们要讨论的都是这样的状况，我们希望能够看到的是用更有效率而且真正已经执行的方式。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那我其实也可以不用动这么多，因为我要表彰的是一个态度。那如果大家拘泥在这个下面的细项等等的话，那又失了我的本意。所以我这边其实也可以让招委这边来做裁示，因为我想招委应该也很清楚，我们都希望的是科技部能够把事情做好做到，所以就是一个意涵。嗯，我再提醒一下了哦，你们回答委员的这些预算说明，可不可以不要是在像写作文呐、啊？都没有回到委员的问题呀、啊。因为现在是文青去看我们。这个科学家也该走入俗世啊。好，不管怎么推广科普教育。我第144案哈，我是跟余婉如委员一起提的，我们很努力的写了3页，结果你们回了1页这样子。你马上领金耶，好不好？好，我讲重点哈。其实科普的传播事业我们都很支持，甚至我知道部长未来会把这个科普事业的传播还弄到搭配新南向，嘿，我觉得是非常好。但是我们在看这个预算里头，却就是本来2亿多嘛，现在变成1亿多，整个腰斩一半。尤其是我跟余婉如委员我们讨论过，我们特别关切的是我们现在的产学合作的计划在这一块里头。那其实这也搭配我在文化部门一直在讲的，我们的影视音的人才，我们的这些产制的自己的内容。那你们回应给我的意思是说，因为呢这些已经发展的不错了，所以我们的调降补助的比例来期待让这些制播的事业团队可以自立。请问他可以自立了吗？如果真的可以自立了，现在文化部不需要拨更多的预算来协助我们的影视音产业的产制人才的培育。所以我认为我完全不理解，我是希望你们把这个预算多框列一点，真的能够帮忙我们在科普传播事业的这些人才的培育，而且是产学合作，现在是学界来领导 产业界。那当然余婉如委员他特别他在产业界第一线是看到说学界这边可能会有很多又被这个行政绑住了，真的能够回馈到业界的这个研发的部分又更少了。所以总的来看，我真的非常不能理解，过去给了你们2亿多的预算，你们自己把它腰斩，代表这件事情真的做了100分了吗？甚至在补助的件数上，从过去30几件一年到现在只剩下19件，你们回答给我说105年，也就是今年回就是增加到25件了，可是还是没有达到第一年期那个时候补助的30多件。所以总的来看，我是干妈公背后你力量，背后你足完，结果领导得腰斩自己。那这个部分，你真的有把握可以做得更好吗？我是冻结10分之1，啊，我真的很质疑你们说的，你们已经做得好了。等一下，好，谢谢乔慧委员，之后才国书，对不起，乔慧先举手。我补充一下哦，就是在这个第145案张廖委员这边我联署的部分哦，其实延续着刚刚大家对这个题目的关心，那我也是想说，其实因为真的要借这个机会才可以跟部长这样比较有时间的这样谈，那我觉得跟部长讲了部长都会动，所以这样很好。那我想就是这个我们要求的就是真的是有效果的方法啦，我希望我们在做的事情真的是能够是产生效果的。那比如说这个科技大观园，现在大家说哎，看起来有在动了，好，那你下一步要怎么样动到它是更有效能的，这个就往好的方向去做。但是比如说好像科学回廊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贵部楼下一楼大厅有一个科学回廊，你说在这个贵部的大楼一楼做这个电视墙就是一个推广科普教育，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觉得那是多少人会去贵部的一楼。对啊，多少人会去贵部的一楼然后驻足在那里看，去贵部的应该都是去办公，都已经是很对科学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了，那他需要在贵部的一楼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做科普知识吗？那这是一个有效果的方式吗？等公车哦，等公车的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上一次的质询就是从这边，像好的计划原名的这个教材的部分，我期待部长至少要给我一份报告，让我知道现在的状况是如何，而且你们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明年接下来我就用你们这个基准继续去追，这是一个。那另外科普的部分，那我希望就是有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方法，更有效果的方法，而不是只是有啊，我有做了啊，做了就好了，这样只是一个交差的感觉啦。好，来黄国书委员，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项目啊。这个科学教育研究发展呢，10亿啊，其中有多少是做科普？科普，科普是多少？科普就是大众科学教育嘛。2.2亿左右。2.2亿啊，计划里面。2.2亿啊，哦，所以说我们每一年国家要花2.2亿，为数不少的预算要做科普教育啊，哦。好，那我们必须应该要有一个检视。它最重要的目标是要普及嘛，科普除了科学还有一个概念要普嘛，啊，你搞了科学没有普，那就不叫科普啦。你不普及，那你这个 2.2 亿，如果这个 2.2 亿都不花，会不会影响？会有什么影响？就科没有普而已嘛，对不对？那既然变了预算，你要想办法让它普及。那我们检讨一下，我们在质询的时候，其实很多委员都有共同的想法，就是说你们那一个点阅率太低啦，然后你们有科技大观园啦，还有什么回廊啊，哈，哦，好，其实这个都不够的，哦，你比民间的相关的科普的推广的单位、民间的社团，你跟他们都比不上啊，真的。然后对于新的科技的知识，然后吸引民众好奇要来。进到这个科普的领域，你们完全是太冷了，哦，所以我建议啊，这个应该你们要去建立一个检视你们有没有达到普及的一个标准出来，量化嘛，这个可以量化嘛，对不对？不然要用什么量化？那你们要有量化的标准，所以我觉得你们要提出检讨啦。所以这笔预算我也是认为应该要冻结了，虽然我没有提案。啊，我是非常支持科普预算的，但是没有做好，我就觉得应该要有一些冻结，请你们提出改善的说明。明年不应该再这个样子了，哈，好不好？好，来，先再让你给你机会再说明一次。好，我赶快回答一下哈。事实上，各位委员讲的，我们回去之后马上，现在已经有一个8页比较完整的报告哈。对对，不是，那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国会这边只能够有一页了哈，我们已经弄好了。那就像各位委员讲的，我觉得科普教育绝对可以是我们国科会的亮点，好，我有这个信心哈。所以其实我们有各个的 program 哦，从还有2.2亿之外的高瞻教育，还有我们其实刚才讲的社团，很多都是我们补助出去的。现在连银发族的社团我们也把它拉进来了。那在点阅率这个部分，我们现在开始积极用客创，他们叫做这个客创哈，就是跟所有的我，因为这个版权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把它 open 出去。但是 open 出去又怕说我们的点阅率变低了，但是现在技术已经可以解决了，而且我们现在是跟国网中心合作，它的频宽没有问题了，所以只要人家来 link 到我们这边，即使的他在他的网站就能出现，那我们这边也会增加一个人家有来 link 我们了，所以我有把握说接下来我们这个扩展的部分哈，会更加的这个扩散出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跟民间的这个像泛科学等等，其实是相辅相成了，啊。因为我们比较严谨，我们不能够做一些比较还未知我们就在论战的，人家会引用我们的资料，那科技部承担不起这样子，比如说不正确，那泛科学它是可以把这个议题炒热，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啊，我们有我们的责任，他们有他们的这个散播，而且他们要盈利，他们可能在各种方面，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粉丝团的这个经营上呢，不及他们，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这几年给各位委员可以看到资料，我们是大幅的增加，当然还不及。那我们也是已经有一个检讨，要怎么样把这个加强。所以跟委员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有在动，而且也提到过，今年12月改版，明年2月我们就有新的这个手机版，也就是行动版，它在浏览、它在观察、它在整个视觉的流动方面都会耳心一目了。所以好，我建议你们要有新的普及化的策略，你们要有策略，啊。我先问的，来，我是廖委员。
八页，等一下要给吴思耀委员。八页都不先给，所以我一定要动。好，半页啊。好，没有，那我们着动了，我们着动了，好不好？你的产学那一块。产学的那一块。产学的部分是这样子哈。我们从96年度开始执行，那时候是试办，所有的计划一样，刚开始我们都会给比较多的钱，因为民间还没有这样子的力量，所以试办的时候都会给很多钱。等到我们到103年的时候，这个试办哦，在政府机关我们不能一直用试办，它要回归正常的预算。所以回归正常预算变成是什么？以前我们是直接给厂商，但是科技部其实厂商不在我们的补助范围之内，所以我们只能用试办。试办结束之后就要用正常，所以我们就变成学校跟产业来合作。那也给委员看到的简短的回答里面，事实上学界的好处是它可以培养人才，它就是利用它的学生、它的助教、它的研究生、它的等等去来做。然后我们也尽量把这样子给学界的经费，其实没有弄到很高。学校的这个管理费只有3%，其他大概20%，加起来是20%左右是学校的一些费用，老师的咨询费用，老师要投入时间来跟厂商合作，其实大概70%-80%都是直接给厂商。那2亿到1亿，就是因为刚才从这个试办到正常而且我们也觉得厂商也做了一段时间，他累积了一些他的能量，所以那个时候申请的件数就是去年19件，今年增加到25件，因为就是刚开始转型，所以大家也在摸索怎么弄。那学校现在在 IP、在授权、在推广方面也都非常，这几年因为我想经济部、教育部跟科技部的努力也都非常的 open 了，所以现在学校的老师跟厂商也开始 co-work， 所以今年看起来是微幅上升了。那当然我们继续的加强，继续的推广。以上报告。好，那你补书面报告好不好？给各位委员。那我们着动，就如万间委员的提案，动1000万。好，动1000万。那书面资料每个委员他们所要求的问题要详实回答。对啦，新的做法啦，具体的做法啦，未来要增加预算，我们也都会支持啊。对啦，嗯。好，那就动1亿补书面报告，动1000万，对不起。动1000万补书面报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146-148，第七哦。01向下的第七个计划叫做培育优秀学者及药新研究计划，818,927,600元。那有张廖万坚、陈学胜、吴思瑶委员等提案了，来146-148，来柯委员。我帮陈学胜委稍微讲一下啊，我们也是他的那个联署人，因为他其实说实在，虽然是在不同的那个项别哈，其实147跟149其实差不多，不过那个科技部回应的也差不多，虽然都是不一样的哈，他还是完全是在反映有关于这次的学术伦理的问题了。他们其实两个完全是反映在学术伦理的部分。那我也是看到科技部的一个回应啊，就是说你们现在不是以 SCI 跟 SSCI 或是 EI 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标准，但还是一样，目前为止为什么学生委员他们要求要去冻结部分，就还是希望科技部能够提出一个更有效的一种方式。我不晓得谁可以来这边做说明，虽然你们有了，可是这个东西147跟149你们其实讲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一个改善的一个机制。我其实基本上也很怀疑，就是因为科技部其实主要还是以工学报告或是科技的报告为主嘛，这部分还是全世界还是都是以所谓的 paper 的产量来当作是最大的一个审核的一个标准嘛，而且你们就是完全看到底是哪一个期刊世界等级，还有你们的 ranking 哪一个部分是好，然后你们的那个比重到底是如何，好像目前为止都不脱这个部分。所以你们虽然提出来说有很多多元，我还是真的很想愿闻其详，到底你们多元到哪里去啊？如果这个是一个事实的话，你们就承认啊。我个人觉得啊，你们只是要在这个防堵的机制上面，特别是在伦理的办公室或什么东西来做一个处理，好不好？这个部分可不可以同意来做一个说明？因为大家，我想大家非常的关切，特别是最近发生这么多事件。好，来。吴思瑶委员的提案内容差不多跟柯志恩委员所提的问题是一样的哦。是，报告委员，我是中规市市长林广宏，我大概说，分两个部分说明。第一个大概就是多元审查这个部分哦。目前，我们大概部里面有规划一个所谓的科研审查机制的优化的作为哈。
那我们会从计划的申请、审查、它结果的评估，一直到我们评奖的获奖的评选，这四个部分来做一个调整。那当然，以往大家都会说我们的评奖是比较偏重于论文的指标嘛，哈。那其实我们从101年我们就废止了所谓的 RPI， 就是研究表现指标这东西。那个指标基本上都是在评 SCI、SCI 这种东西。那个时候我们从101年我们就废止了这个指标，哈。那现在我们的评奖大概的项目可能有几个项目，第一个就是说它在包括对产学啊，包括对社会啦、经济环境这些重要议题的。它的贡献，实质的效益贡献是什么？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我们会看它在人才培育这方面的贡献是什么，比如说它对博士生、博士后的研究人才的培育的情形。那第三个，我们会看它在国际间的学术的贡献及表现，包括它是不是有参与的国际的一些学术的组织啦，哦，是不是有获得国际的一些奖项，哦，所以大概是会从这几个面向来看它，而不会单纯从就论文的指标这件事情来看。我同意，就是你们现在把它变成到一个学术的一个价值，我觉得这点是很好，是，但是呢还是有非常多人会质疑，就是有关于你的评选团的一个选定，如果还是叫我们过去非常大佬，可是这些大佬现在目前也都深陷其中，所以你这个部分里面，你到底是你的整个评选团的一个标准到底在哪里？这还是决定谁可以来做这些事情吗？是，怕会被学阀所掌控，这是大家其实最担切的，好不好？是来回答。这也跟委员报告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在委员评选这个部分，我们在上礼拜，我们就对计划的审议跟那个委员的遴选有做一个调整，我们特别强调就是说，委员的遴选要注重是地域、领域、性别，还有他的专业来做一个全盘的考量，特别其实我们在调整这个所谓审议机制的时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各学术师去跟这些评审员沟通，也就是说他们评选的时候要调整他们的心态，跟以往那种心态就重视论文这种评选的心态。你们已经有跨过领域，不是在用过去固有的那一圈子的人，是，我们就尽量让他在各个的面向都可以取得一些平衡。是， okay， 好，好，来吴思阳委员。好，我想这个哀的哈，我们所有念书的人都很痛苦哈，哀鸿遍野了，大家都被这两个哀搞得真的是人仰马翻哈。好，那你刚才讲你现在不是用 SCI、SSCI 哈，你会综合很多的因素，那我们想知道说。你总是要有一定的透明度嘛？是。你的指标是什么？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指标合不合理啊？也许你们的指标才是最客观的，其实应该提供给教育部或其他各部门，开始不要被那两个 I 啊，不只是补助而已啦，其他的什么排名啊，什么东西啊，不必被那两个 I 绑成这样子嘛，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知道？你刚刚当然有讲说我们也有考虑什么什么，可是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指标？跟委员报告，就是说刚提到，就是我们有那几个面向嘛，包括他对人才的培育啦，对一些产业社会各面向的贡献哈。人才培育，你是用什么东西做指标？我现在讲的是指标。对，我们大概人才那个是项目啦，是一个项目下面一定会有几个，你总要有一点量化嘛，是，对不对？有一点可以量化的东西是啊。那以人才这个部分，当然我们会看他对，比如说对硕博士生还有博士后，这些研究人员的培育的情形。好，那当然，比如说在参加国际学术这些的表现，可能他比较难量化说你参加什么项目我们给几分，但是基本上我们就是看他参与的情形，然后让评审员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你这个指标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书面？是，我们事后再补充给委员。我同意着重一些就好了，因为司长很认真在说明哈。我的问题其实我真的不懂，耀星计划这些年轻学者是我们所有科技部里头申请45岁怎么定的？就是45岁，然后你告诉我要这个计划给了你们钱8亿多，你们的这个产量要1000篇。是1000篇论文，还是1000个学者，年轻学者？说明一下好吗？我来说明这个要求。来，部长，请说明。因为我们以前有一个叫攻顶计划，攻顶就是最好的做攻顶。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攻顶计划大部分都是比较大佬在攻顶比较多了，那我后来请那个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所有诺贝尔奖虽然得奖的时候可能七八十岁，但是他那个最重要的成就的作品都大概是四十岁上下。所以我就说，其实我们要把那个年轻的，尤其是我们有一个年轻的奖叫吴大猷奖的，我说应该在从最年轻的里面找一些来，他在四十岁最需要钱的那个时候应该砸钱给他。以前他也许在我们科技部拿的是两三百万，我说我们砸一千万给他看看他会不会不一样这样。哦，这个我们叫做耀星，就把小小的星星把它点亮，看看有没有机会了。同意啊。对对对对，这是我们做法了。所以，耀星计划是这样进来，今年是第一年，明年的第一年要实施。那、是1000篇，又有1000篇论文为目标，又有1000人为目标，我搞不懂。没有1000人，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做法，想、想试试看，四十岁上下的啊，是吗？那是哪第几页？对，跟委员报告，那个是培育的硕博士班跟毕业生的、培育的人是吧？是哦。下写说在重要期刊发表要出1000篇，然后计划参加学者又要这不这是优秀年轻学者对那个因为这个耀星的哈，耀星计划是耀星是要找一些这个比较亮的星星，把它看看有没有机会了。这个是因为我们有做统计嘛，这个数学大概40岁上下是最旺的时候，哎，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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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大概30以下了哈，物理大概35上下，那个化学跟生物大概40上下，哎，对对对，这是，哎，这个我们有这个统计资料，所以我们想到今年哈，我们要新的很像年轻的功顶计划，就但是研究潜力最好的最好的时候给他钱，给他推一把，对对对对对对。哎，这是目前我们要做的。虽然暂时他还没有什么太大的声望，对对对对，希望他10年以后有机会了。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好像升大学那个繁星计划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不一样。没有，就是给那种不是那种明星学校的。那个 idea， 这是年轻的好的。好，这是好的。这是好的，给年轻的学生。年轻最好的先给他歧视老年计划，功底的我们没有，功底的没有取消了啊。好了，那柯政委员哦，他是学术界出身的，不分区立委，所以他非常支持哦，谢谢啊。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有其他委员意见，我们酌动了好不好？动个1000万了好不好？动个1000万啊，补书面资料。好。那接下来我们149到151好不好？90、11都是一样，那我们一起讨论个别处理。有陈学胜委员、柯政委员、陈学胜委员，就是这个01向下的第9、第10、第11三个计划。好，那个学生149大概就是跟那个147是差不多的，他也是有提到有关于学术伦理的问题，我想这个部分刚刚司长已经特别提过了，好不好？那我这个部分里面其实比较是强调150，虽然说科技部给我的一些的部分啊，有关于计转金额的这个部分，不过你看啊，科技部给我的东西非常有趣哦，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因为你看你科技部每平均393亿哦，但是你的研发成果大只2.5亿，大概占0.6而已。然后你们给我的回应就是说已经有一些的增长进步哦，101到104已经增长了31.09，31.09看起来很好，你们都完全在卖弄数字啊。但是各位，你到104是3.12，还是从0.6变成不到，还是不到1%呀？还是算是很低的，对不对？可不可以解释一下？还是算是我还是不到1%的整个的部分，有关于你们这个专利跟这个推广的这个效果，我其实纯粹只是这样子，而且我只有小小动500万元而已了。报告委员，我是那个产学司司长邱球会哈，那个我们这个产学合作的这个科研成果的一个产业化的部分哈，当然因为它是比较属于科技部的一些研发了哈，所以它可能。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技术移转给产业界，收入是这么多钱，但是它的效益可能会是在产业界再去做生产，它那个会有一个产值的效益，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就属性上可能跟经济部比较起来，它的这个授权金会比较低一点。不过我们还是很努力的，这几年还是很努力的在推动，
啊，所以是有成长。市长，你虽然是这样，你不要看科技部是全国科技之职，科技之牛耳。你这样的一个部分，你刚刚说他对于这个经济的整个产值，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因为你说已经回到经济部那个地方研发出去的。但是你要跟台大跟这个所谓北科大、台科大比起来，你们这个经费跟他们比起来，其实一点都比他们其实并没有比他们好哎。没有，我们这次已经会诊他们的数字，对啊，学校的数字，对。对啊，20%缴回来嘛。但我的意思说，你们钱是这样发出去给他们来去做。然后你刚刚特别提到经济部这个部分，我有任何额外延伸出来的产能可以告诉我们吗？因为你刚刚说，你只是目前为止是看起来成效是这个样子，可是它在产业间所延伸出来的成效会更大。对，我们可以看到具体的一些的报告或什么东西吗？可以显示。我们这里是只有记录到交给科技部的部分。我知道啊，对啊，那你想想，我要去跟经济部要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再去跟经济部问，然后再把它统计一下？当然是啊，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啊，这还是很重要。我们还是很在乎他所对我们整个台湾产业的一个延伸性到底在哪里，好不好？所以我才说嘛，主席这个部分我请他们缴交报告，那我冻结500万，500万应该算是很少的。来，其他委员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照柯委员所讲的冻结500万补一个书面报告，可不可以？可以吧？可以，合理吧？你把经济部分部分弄过来。书面报告，产学合作研究发展项下冻结500万书面报告。那其他09跟11预算就照列。好，接下来我们来处理，蒋乃馨委员他的提案有13、14、16，那我们是不是征求蒋委员同意就13、14、15、16，我们一个一个来了，好不好？来，蒋委员你先，来，通通有了，我这个对你通通有，所以你先讲一下。因为这个部分哈，是属于科技汇报的了，是属于科技政委的负责的，不是科技部的负责。所以你看，我前面科技部的部分我都没有提，为什么没有提？因为部长有来呀，对不对？那可是科技政委负责一百多亿的经费，我们立法院，我们竟然不知道科技政委是谁，也不要到立法院来做监督被监督。这个是不符合宪政体制啊！宪政体制行政院跟立法院是平行的，可是为什么科技汇报审100多亿预算的时候，政委不要来？那政委比我们立法院还要高吗？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监督他呀。第三个，里面很多都是违反预算法。你没有按照预算法33条到39条的规定去处理啊，然后行政院也没有核定啊，对不对？像，对不对？你像沙伦，我说你经费核定了，你计划核定了吗？我就讲沙伦好了，沙伦是你现在是按照104年行政院核定的编列预算，可是你现在的计划跟行政院当时核定的计划已经是不一样了。那你将来的计划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原先只有一块，现在两块，然后周边呢？包括中研院的吗？还是包括旁边的沙伦农场？是不是通通都要包含进去？到底是怎么样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你现在行政院的文化核定的文化期内容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你现在买的这块土地是买哪一块土地？你要规划是规划什么？我们真的也不知道。那我们立法院就这样子把预算就给了，对不对？那然后再来看这次科技会议，张忠谋也在批评，科技会议有多少产业界的人去参加？好像没有啊，很少啊。我们产官学缺了一块产业的，只有官跟学。那我们这个科技会议怎么开呢？所以张忠谋在讲啊，今天政府要我们转型，要他们转型，转哪一个方向？怎么转？政府的产业政策是什么？
这个都是科技政委负责，不是部长负责啊。那我们立法院要不要知道？我们立法院当然应该要知道嘛。可是我们为什么在立法院审预算的时候政委不要来呢？你审预算政府不要来，平常委员会也不让我们了解一下你科技政委你负责的产业方面的政策到底是什么，产业的方面的方向是什么。不要说立法院不知道，你产业界也不知道。那张忠谋不当执政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我不知道。可是他批判完了以后他就不当执政了。所以他不当执政的原因也许好几种，这肯定也是其中的一种。可是基本上来讲，我们今天既然要编了这么多预算，100多亿的预算，这100多亿的预算只是才开始哎，并不是整个计划所有的100多亿哎，只是第一年开始，未来将来到底要全部要多少钱，我们对于我们的产业到底有多少帮助，而这些计划投入下去以后对我们的产值到底会提升什么，对我们的产业界有没有带领一个新的方向和一个政策让产业去转型，我想我们立法院我们都应该要知道嘛，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立法院都不知道，那就是失去了我们立法院的职责。我想这个部分我为什么要删，我为什么说要冻结，但是能源国家型计划我说除外。为什么能源型国家型计划除外，就是因为能源型国家计划有到立法院来报告过，有到我们委员会来报告过，其他的都没有，其他的你这些东西都没有，所以我才说能源国家型计划除外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主席希望我们今天站在立法院的立场，不分党派，说实在的，我以前在执政党的时候我也是同样讲一样的话，我也是同样咨询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并不是因为立场的改变而做，我是站在立法院的立场，站在监督的立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知道我们国家未来产业的方向和政策是什么。好，来柯志恩委员。我想我稍微呼应一下乃公的一个说法啊，那我想说我自己的看法是，我个人认为说像目前我虽然以前也提过也问过也请教过我们的部长啊，我们都一直感觉上目前的科技汇报啊好像是比这个科技部更高的，完全才是主导我们整个国家科技整个相关预算还有决定的一个分配者，所以呢让我的感觉里面我觉得科技部有被矮化的一种部分啊，像你看这次的科发基金这93.1亿，它基本上根本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整体国家科技预算把它抽离出来，然后来做一个控流，然后呢再由这个科技汇报做计划的审核跟分配。那这样部分某种程度上是严重违反例行年度的有关于科部署科技计划的规定实行的。那我们强烈的就会觉得说，因为当初蔡总统不断的强调是这一块的这个部分，那为了要符合这个层面呢、啊，所以呢，对于整个国家其实常态的一个运行里面，它特别要来用一个计划的名称来作为一个好像是新的部分，其实它用的钱的挪的方式还是来自于我们过去的这些常态性的这个计划的一个分配，然后搞得人仰马翻的。所以呢，到底它这个93.1亿，它整个的运作的一个方式，虽然你们提出来的，你出来然后你用竞争型如何，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么强大将近100亿的预算呢，我觉得有必要除了部长之外更强大的就是真的是背后主导的这个科技政委势必要来跟我们了解一下，他毕竟牵涉到100亿的部分，既然科技部都是来自钱过来然后转发的部分，那一定有个更大的一个策略，那个策略不是部长目前可以回应的，那就可以回应的这个人来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个是有其必要性。好，来吴志扬委员，完之后你们再准备回答一下。 好，那报告主席，我们现在是全部一起吗？没有，是因为乃公的152案他提到的是13、14跟16，那所以我本来是打算就一项一项来，那现在乃公已经先提到这个科技，对，综合座谈了。好，那我讲一下啦，因为十三这个，就你看这后面这几笔哈，虽然是最后的，反正都最大笔了哈，最大笔。这个93亿1000万这个哈，
我想我们在这个质询的时候也讲过哦，这个就是违反这个预算法的这个编制的方法哈，有点先射箭再画靶啊，前面是空的，然后后来再用竞争型的去把它填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立法委员一下就给这么多的钱啊，然后让你们自己去决定，然后我们没有机会啊了解。这些通过的案子是什么样啊？这个是我觉得没有帮人民看紧荷包啊，所以我的提案哈很简单，在157案这边啊，这个报告主席这边可能没有写对啊，我的提案是减列20亿啊，还有后话啊，就是其余全数冻结，那不知道为什么被删掉了哈，嘿啊，你觉得我很狠吗？不会啊，高露仪用的是全数冻结啊。啊，也是一样啊，就其实这个说实在，如果乃公的是全数减列，高露的是全数冻结，我的是减一天，然后其余全数冻结，大概就是这样差别。但是基本上就是对整个计划都冻到了，都有疑问啦，就是这样子啊，这是第一点。那沙伦等一下再讲噻。没关系，一起讲没关系啦，一个一起讲。我们是不是就请各位委员到167啦，就整个这个一起讲。啊，沙伦的这个就是很清楚，就是说这个计划就是在台南的这个沙伦站这边啊，那周边土地我前一阵子才去特别去看啊，真的是周边非常非常非常的荒凉啊，几乎是可以说开车可以开好久都看不到一部车子啊。那我不晓得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台湾要急着要发展绿能或什么，为什么还要这样慢慢来，还要从零开始这样子做啊？那这里面有两块，1亿1700万的是一个购地的费用啊，那2亿8300万的是好像是盖那个一开始的一个筹备哈跟管理中心，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好像是这样啊？那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个沙伦绿能科学城啊，它到底要做什么？它的分年的计划跟大概未来的这个分年的这个预算跟分年的计划，这个我们立法院目前都还没看到啊。那最主要是我们上次陈委员特别排了一个核能研究所的这个行程啊，很多委员没有去，但是去了大基本上就是说感觉上跟你们要做的事情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然后他那个地有50公顷，那他也急着要从纯粹发展核能转变成一个能源的综合的一个研究，因为马上要飞核家园啊，所以他那个是已经有基础了。那我们的了解是说因为你们要弄沙伦的，他不但那边不能继续扩大，还要把一些人调到你们那个南部那边去啊，等于是去分散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政府真的要好好去想一想啊。那沙伦那个地方你把它摆一个这个东西，一个时间来不来得及，马上要成效，2020年那个飞核家园马上到了。哦，你还有什么第一期什么购地在什么盖，要盖完就2020年了，啊，所以来不及啊。我觉得，如果要做绿能的科学城，应该就是原则上应该从这个核能研究所的转型啊。当然，科技部这个部分，你看是要跟将来听说他们也不是原能会了，以后变能源研究所也是到经济及能源部。好，那你们看看到底是谁要来主导这一块？好，如果是产业绿能产业，这个可能是还是经济部，但是如果是属于研究，可能那个区域里面你们可以做分工嘛，好，可能是科技部。但是我是觉得在这个定位还不够清楚的时候，我们不要再犯那个南院的，好，南院弄了以后，现在我们到现在还在讨论南院的定位，还在吵那故宫南院啊，所以我也担心这件事情。所以是不是这件事情我认为应该先把它这个，我的提案是这个买地的钱先减列哈，然后你说那个筹备的那个2亿多啊，我们先把它冻结哈，因为我们整个计划整个定位要弄清楚再来动。好，在其他委员要继续提问题之前哈，我们上次啊在我的召集之下有去考察那个沙伦啊的绿能这个科学城，那有一个简报计划，我请他们马上现在就去印给大家
让大家基本上有一个概念了啊，是要做什么？那我们当然可以广泛来讨论。我是不是先给科技部跟科技汇报的执秘了啊，来先回答刚刚三个委员的问题啊。Okay, 好，那个各位哈，我先回答一下哈。那假如科技会再来，第一个是这样哈，其实全国的1000多亿，大概1000亿左右的科技预算，基本上审查都在科技部审查，但是我们科技部啊，又是那个科技会科技预算里面的一部分的，所以呢，有关于跨部会的地方哈，尤其是我们科技部的预算跟跨部会那部分，是由政府来。跟我们一起来审啊，就免得说我们科技部又审别人预算，审了以后又拿，所以整个来讲，其他部会都是我们科技部在审，但是我们自己的预算跟跨部会预算，那科技汇报那个政委就跟我们一起审啊，是这样的情形，因为科技部也是部了，我们不能说科技预算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审的，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是执行科技预算里面最大块，所以我们要是说只有我们审，没有一个。跟别人一起审的话，人家就说我们这个那个叫做有点 conflict interest 的哈，这是以前到现在里面都有一直存在的问题的，所以科技政委是在那个时候才进场了哈，就是有关跨部会。另外一个第二个回答就是旗舰计划这个，因为我想是新政府上来以后，大家都希望说科技有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亮点出现嘛，所以才会把1000多亿里面哈，利用一个机制把它拿了大概将近100亿的预算出来，专门执行新政府想做的科技预算的重点亮点这个样子的哈，所以这个也不是常态，也是今年。而且时间上，这个我们真的就是要跟这个立委说，时间上因为520以后才开始，但是520之前预算因为平常这个部会3、4月大概都定稿了嘛，在520上来以后重新哈，这个利用个机制以后弄了100多亿起来，赶快这个抠计划，或是把重点把它弄出来，就弄了5+2嘛，因为520以后才真的把5+2把它亮出来，那个虽然可能在前面的时候，这个选举之前就已经有这个雏形，那真正要弄成计划是5+2，是520之后，所以这个时间是有点赶，没错哈，这个我们应该跟立法院说明一下，所以这个像这个旗舰计划93.1，因为66.9直接知道到这个，因为我们把科技拿出来的时候，就把这个中研院也把它弄出来，所以回归中研院就没有拿到这边。来审，好，就是93.1亿的原因呐、啊。那93.1亿，因为也是各部会的钱挤出来的，所以还是用竞争型的方式，用5+2的竞争型的方式把各部会分出去。好，这是93.1亿，因为大家质疑的就是，其实我们也很认真说，有一本这个样子嘛，哈。那甚至所有的计划都在磁铁片里面弄出来的话，其实是蛮高的，哦，是不是说没有计划？而审查的话，虽然是利用一个月的密集审查，其实也是程序上都没有 loss 掉。大家可以看出来，我们这里面审查的机制是完全跟一般的计划，虽然是时间比较短，但是有书面的，这一本嘛，哈。来，请各位委员手上的这一本，那光碟片也送到各位的办公室了，赶快，他们除了委员都没拿到这一本啊，应该有啊，有十月底就给每人都有一都有一本，来现场有没有再发给各位委员？不，我们有带，我们是要求按照预算法33条到39条，对啊，你所预算法规定的这些。计划报告，我说明大概替代方案、财务计划等等自筹这些东西，通通都要写在里面。你这里面有没有？没有嘛？我们今天是审预算，我们就按照预算法来嘛。我对不对？其实这个是，所以我这个我知道嘛，这是空洞的嘛。我们从这上面就可以了解到整个计划5+2的计划，每一个计划的详细内容吗？啊、它的起程吗？他的财务分析、财务计划吗？不有吗？各计划是有，预算法里面有吗？有。这上面有吗？有按照预算法那个部分有吗？替代方案在哪里？你的替代方案在哪里？计划没有啊！来，科技汇报的执秘啊！不要光嘴要点头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实体，我们今天有带一份的，原先是。实体，这个就是用光碟片。这个跟委员说明哈，那个我们其实70几件计划经过3次的审议哈，
那详细计划书都已经还有委员的意见其实都汇整了，那这个我们在十月底细部计划书已经压在光碟片送交各位委员的办公室，那我们今天有带一份实体，所以相关细部的那个财务规划和具体的 KPI 都有列，那今天各部会执行旗舰计划的主管也都有列席，如果委员要关切哪一个计划，那个主管都在场。那我们其实时间虽然相对充促，但是我们经过三次审议，那由科技汇报办公室跟科技部一起审，一起审，倒也不是科技汇报办公室独立审。那事实上这个跟4G普及计划当初的差异是说 4G 普及计划是预算先通过，然后各部会再补送计划书，但我们这一次在10月底就已经把这个计划书还有审议的结果送交这个大会来这个审议了，所以这个是有一些差别跟委员做说明。那这个就看看如果委员对哪一个计划有想要进一步了解，我可以再请部会主管。那就是科技政委完全听科技部长的，是不是照你这样讲，那个，是不是这个意思？跟委员报告，那个部长跟科技政委一起是科技汇报副召集人，所以一起做决策，这些我都很清楚嘛，我比你还要清楚嘛，这真的我比你清楚嘛。科技部长是副召委，是我们立法院强烈建议要求所写在决议上面的，否则的话部长只是科技汇报下面的成员之一而已，这我怎么会不清楚呢？所以就是对不对，以委员的指导之下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起审，然后你们两个意见一致吗？没有不意见，没有不同的意见吗？不是两位，那到最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议？我们也想了解了解啊。来，部长，先让。今天来讲，刚刚讲侨会委员，哦，因为各个这个负责的单位都在这边。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以后省科技部预算各个单位来就好了，部长不要来了。不是只有对不对？只有旗舰计划。只有旗舰计划的话，因为各部会都有。这个里面，这个里面有没有科技部本身自己的经费？有啊。不，有没有科技汇报本身自己的经费在里面？有啊。来，那你科技汇报的经费在里面的话，你科技汇报要不要来？这个跟委员报告，我们只有一个计划，那个是根据当时审查委员建议说，先放在那个有一个科技汇报办公室的计划，那等部会就那一部分再做完整的规划之后，只要你科技汇报有经费在这边，你们科技汇报要不要来吗？所以我今天有代表科技汇报要不要来吗？因为那如果你代表科技汇报，你就当政委。那个计划的执行主持人是由执行秘书，不是政委。我不管，政委是代表科技汇报的。计划的执行是科技汇报办公室。政委是代表科技汇报的。科技政委不要来吗？来，江委员，我们不要看一看，我们总该看看科技政委是怎么样子吧。高的矮的胖的瘦的，我们总应该看看，在这边应该总要看看吧。跟委员见面做一个，科技政委到委员会来，让我们见见面，听听他的意见，有这么困难吗？来，先把资料。有这么困难吗？没有了，有这么困难吗？蒋委不困难了，不困难了。有这么困难吗？执秘啊，不困难，不困难了。还有好意思讲？还好意思讲？做说有这么困难吗？现在科技政委是吴。科技政委是吴正中啊，政委啦。大家都不认识他，对啦，大家都不知道。安排他跟各位委员见面呢，哈，不困难呐，哈，会安排啦。我们先回归到预算，来，苏侨会委员，好。好，我先回归到预算的部分呐，哈，因为不好意思，那时间大家有限哈，我也要就我的问题来做一点发言哈，这样。我的其实是在这个154案这边哈，那其实也是跟这个预算编列的是否详实详细，让大家能够理解这个部分哈，是有提出了我的问题。因为确实在这个93亿这个我们的这个，其实我的心情很矛盾啦，因为我知道我们5+2+2是我们新政府要力推的方向，但是质疑的重点就是确实是编列的
不够清楚，我不知道这个钱花到哪里去，我没有办法从既有的资料上面能够看得很清楚。比如说我们举教育部的部分来讲好了，教育部我现在看到教育部一共有五个计划，教育部得到经过竞争之后，教育部得到了五个计划，每一个计划是3亿，所以3×5一共有15亿。可是呢，你说有电子档，那电子档我点进去看了之后，那这个计划里面是什么呢？是这个计划是交给教育部去执行，教育部再委办出去，然后就没有了。那教育部不是委办吧？不是，这个，那我们就没有看得到进一步的资料。所以我除了名字之外，您刚刚有这边提出了名字计划的名称之外，后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计划内容，其实我们都不能够理解。那如果这个部分可以回答得清楚的话，当然对预算我们都会支持。所以我当然就希望说，在这个场合是不是能够，第一是就编列的方式是不是未来有改进的空间，第二就这个内容在这里借这个机会做一个报告说明。来，教育部。是，教育部向科技汇报的科发基金申请的，我们要做的是新形态的产学研链接的示范计划。那，就五个有五，先对5+2的这个产业去争取，那最后核定下来只有给我们5个计划，我们会针对5个计划去甄选。那初步我们是请学校提的一些构想书，那构想书的规划过程找的是，它是很精准，是让我们让业界跟创投来审查，它是有机会在2年到4年之间把它的那个能量技术可以去开创新的公司，或是整个技术跟团队将来是可以合并到大型比较有机会开创的大型公司或其他优秀的公司。所以这个计划的本身是要把学校的研发能量，还有加上法人，我们会请他们团队里面都有把要合作法人哪一个领域都有在他们的构想书里面都有写出来。所以在审查过程最主要是看中他的技术将来是可以真正落实到去开创新创的公司，这个计划截取的主要的精神是在这里。所以听司长讲这样，其实你所有的你申请到的5个计划，它的主概念其实都是产学研链产学研链结旗舰计划，然后再分到5个不同的项目里面去嘛，对不对？好，那您刚刚也说了，其实这个计划事实上应该要有细部的可供我们来检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内容值得花3亿嘛？那这样的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到呢？我们是有每一个旗舰计划有一个计划书，直接送科技汇报那边去审查。因为我相信你们当时一定也有资料，科技部也才会同意，所以才会核可嘛。每一个都有一个计划书。这个光碟片为什么我们都没有看？这个科技部里面只有1页吧？对啊，那个10月底来，可不可以问一下各个办公室你们的助理？计划都在这里了。对，53个计划里面，你每一个计划拿来1页嘛？那1页里面我们看到的是计划书，详细的计划书，所以你们都已经送过了，对。所以助理可能没有转达给各位委员呐。审查也是审查这个计划书的。好，所以10月的时候就都有这样子的状况。对。那所以另外的话，这个1页1页的其实只是一个简要这样的摘要，所以原则上应该每一个我们如果要能够知道这个细节的话，要再追查的话，其实都有机会可以了解这样子的状况嘛。我们经过3次审议，然后请各部位修正的计划书。好，谢谢。那我知道，谢谢柯志恩委员。所以啊，我现在只要看到教育部出来，然后又看到产学2个字，你知道我看到产学2个字，我头都要晕了。我请司长先解释一下，你产学我们在顶大，我们在卓越，只要想要产学就做的5-4-3，根本每个大学都弄不出来。前面又要拿这么多钱又来做产学，那你请告诉我一下，是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你说这个东西好，以台青交而言，顶大而言，它的产学，然后又已经有一些钱，因为他在做顶大的时候一定要求他做这个产学，现在这个部分又有产学，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是这么多钱有什么不一样？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还是要请教部长，还是一句话，93.1算是新政府的东西，可是太多都是旧政府就在做的嘛，绿能以前就在做了嘛，智慧机械以前也都在做了嘛，毛治国那时候的工业4.0早就在做这些事情了嘛。然后你还是一句话，就是我刚刚所提到，你们根本就是把旧有常态的东西，把它抽取一些都拿拼凑成一个93.1嘛，没有错嘛，还是用同样的模式来。然后呢，你看这个部分点进去来去看，还是要求从各大学里面
做出这些研究，然后再去执行，然后呢，能够做出这些东西的还是那几个学校，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一个学校跟这个所谓的偏乡跟我们顶尖差距有什么多大。你看看，每一个都是3亿、3亿、3亿的，然后还是请大学，产学太难了，产学基本上在学校里面很困难去做到这个部分，我们一般顶大卓越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难道就有办法吗？告诉我它的差别在哪里？告诉我它跟过去有什么差别？如果是他们完全是拼凑出来，就大胆承认嘛，我们也可以啊，但是不要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名词，然后呢就说它是完全新的，它不是，还有50%以上都不是新的，部长。这个我跟、那个我先补充一下，部长您再一起回答好了哈。刚刚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应该我补充一下，我追问的部分应该是说你计划有送来没有错，但我们今天是在审预算，那预算其实应该下面要有细目，那其实这个细目的部分也都在里面，那每一项你这计划里面你的人要多少钱，你的设备采购要多少钱，这些细目也全部都有吗？好，你现在可不可以马上有一份纸本让我们来看一下哈？好，谢谢你。这是其中一个，那个我跟柯委稍微说明一下，其实这个五加二不叫做创新产业，叫做产业创新计划，都一样。意思就是说以前的绿能台湾都已经做了，但是我们这个新的要做什么，要把它做个亮点，那个把它做个亮点，就把它那拿出来。亮点从过去旧的也还是可以做得出来。我想只但是散那个是比较散嘛，所以我们要集中。你们现在也还是蛮散的、啊，然后我更不要讲，你刚刚说那个什么科技医药领域，中研院有这个，中研院我们在审的时候也有一个产学，全部夯不浪当，只要是产学在一起，各位只是看我们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多少的产学。我告诉你，在大学里面产学就很困难做得出来嘛，对不对？什么都是产学。科技部里面那个预算里面重复的都会全部集中在这里面来了、啊、像中研院，因为中研院 不在我们这里，各部会的产学全部都会集中在类似在这个框框下。审预算时他们也是提出产学啊。那是他们自己啦，我是中研院。可以啊。不，中研院啦哈。教育部的做法。那中研教育部的做法会做一个他们叫做新形态的了哈，所以这个有一点。都是在名词在那边啊，教育部。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李燕仪说明哈，这一次的新形态的产学研链接跟以往最大的不同，以往是教授要走出去找产业界，那这一次呢是从去把法人啊，包括工研院啊或其他经济部下面的法人，有一些也有一些技术能量人，把他引到校园来共同来做这样一个 team， 那他们都是已经有基础的一些研发的技术的能量，只是这个技术的能量将来可不可以去做成立一个新创的公司，甚至把这个技术呢，关键的技术把它开发出来，给一些现有的厂商或公司能够再去重新开发。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强调的是，当它的技术的研发在最大值的时候，一定就让它出厂或是退厂出去，一定。目标就是希望整个计划执行完之后，能够至少有12家新创的公司。那当然最期待是整个计划之后在几年后有一个比较大型的独角兽的公司，就是说至少10亿美金以上那种大型公司。当然这个是最后的一个期待。你不要讲得太满。我觉得要期待，那我再问一下，刚刚讲我们讲到产学合作，在很多的部会都有，尤其教育部的产学合作最被人家骂哈。那有没有去检讨现有教育部现有的产学合作的模式？你先检讨嘛，先把那些不应该浪费的钱跟预算先 hold 住嘛。那你这个要说服我们说是新形态的，那什么新形态？不要嘴巴上讲啊。是。这个我都很怕说你连什么叫新形态的，你跟产业界根本都不懂，你现在要来说服我们。我告诉你，跟我等一下，你如果可以有办法跟法人、跟工研院，你在卓越在顶大，你也可以嘛，因为同样是这一批教授嘛，怎么同样都是这一批人嘛，大学还可以产出什么样的人？因为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需要突破，就是法规哈，我们那个因为法人的待遇在校园里面是没办法突破的，所以在这一次我们又重新去。修订了一个这个成果归属的办法，还有经费支用的，也就是说校园里面它可以用比较弹性的机制去聘法人，还有一个财务制裁管理的人来协助
把他们这些技术能够跟业界做一个比较大的连接。当然这中间还有学校也会去连接一些创投公司的人做他们的咨询服务，那这些都是现有我们相关的法令规定是无法去突破的，所以才会需要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跟法规松绑来处理。创投的人会来担任咨询的角色吗？创投的人在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里面他会来协助吗？你对他有什么利多？他为什么要来协助？来科技汇报，你们在拟定这个东西的时候是要做什么？跟委员说明哈，创投不可能来那个，其实创新创业除了技术之外，其实它必须要有一个完整，譬如说行销啊、财务规划等等的团队一起来做，才比较成功机会才比较高。那过去学校做学校的，法人做法人的，这没有串起来。那这一次呢，教育部的计划是把它串起来，从整个机制面，还有刚李市长提到的那个相关的制度，不要先把它松绑。那我告诉你，那以前顶大花那么多钱，我们一年就够有没有检讨？所以你告诉我，以前都没有做。这一次我们希望改善过去的。以前没有做，以前执政党没有人要做。以前就是做不到，没有，没有，不是没有这件事，是做不到。就那个关节没有打通，就是相关的规定，还有怎么法人可以进入到学校，从行销。制裁权那边规划。如果你说敢打包票，说什么到最后啪啪啪，然后十二家创新什么，不要讲太满。在学校里面，我跟你说，太多就层层的关卡的限制，不要讲太满，我觉得根本就是非常的悲观。我们必须要努力。来，给他预算，给他努力看看，明年可以检视了。来，还有其他委员。你们没人要倒讲啊，敢叫？我觉得挺过分的啦。本来就是这样，你要相信。你看都没有。太为难了啦！我告诉你。我们承认，就是我们产学合作跟这个，譬如说美国啊，这个以色列啊，真的是还有非常大改善的空间。那现在大家都想办法。教育部或科技部或是经济部，在大家的期许着，真的大家都想办法，有没有可能创新呢？有没有可能做更好？那我们最近也去，譬如说，我们下礼拜就要去矽谷看一下，把那个我们自己的链接把它做好嘛，哈。那那个教育部也非常努力，说要改变那个形态，跟我们要松绑。像今天下午就要科技基本法是做一点松绑，看能不能那个诱因做出来。那这个学校跟这个衍生工作新创公司的关系是不是做得更好，让他出去以后不会一下就死掉这样。那老师呢也可以在某一种程式上还有一种连结，让他这个技术服务做得更好，让他部长我完全同意。但是你看我们委员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省的教育部的预算，我们省的中研院的预算，今又省科技部的预算，我们看到太多重复的，然后不断在跟我们打包票，产学可以达到如何如何如何，你现在只是对你单一部会而已。我们今天这一排坐在这个地方，看到太多这个部分，你自己当过校长、部长，你也不要这么心虚的告诉我，我们在努力吧，很难，你努力，你就告诉我，过去十几年我们台湾教育的顶大跟卓越都是空的，是不是？什么叫努力？已经努力了十几年了，还在做同样的东西，还在做同样的一个产学，过去的顶大跟卓越都没有重视产学合作这个区块，所以我们才要重视啊。过去的顶大跟卓越都重视在所谓的研究能量跟所谓的那个论文数啦。讲产学，我们这个计划案哈，以我们目前去截取的一个计划哈，各位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计划主持人都不是那种大咖，都不是说因为学校一定推这个人，而是他真正有那个技术能量，是可以将来有机会。没有了，司长你要好说服科政委员，他是学术界从校园里面出来的部分。区立委，所以他特别知道。他以前是校长出来，你快特别说服他，部长立马跑来莫雷西。来，苏巧慧委员，我觉得苏巧慧委员，对，就是以前做不够，大家还是要努力把它做好了。这是我们。怎么努力吧嘛？不就是要改嘛，就是要修嘛，所以他们科委员真的是第一线，真的是第一线啊！我们就是要知道怎么努力嘛。所以教育部就是有用个新的形态来做、啊。因为你看看我刚刚讲过嘛，我们的科技会议产业就是不参加了，不那个对不对、啊？那个本来我要跟这个委员产业的部分不是你科技部负责嘛，你是负责科技方面，对对，你不是产业方面嘛，对不对？所以要跨部会、啊。那科技那个科技汇报的这个政委才是负责产业的嘛。来，我是、那为什么产业的人不能来？我先，就是我一直很疑问的。来，我先举手。那个苏巧慧委员，那你今天这个钱又是针对产业的部分呢、啊？
然后呢，各位委员，这里有的部分呢，一大叠哦，是这个计划的细目了哈，每一个。有积木在这里啊！我刚刚有先举手出来的，这个跟预算法那个不一样的啦，他那个评估报告也这么，那个里面都有的啦。来，这边没有了。好，谢谢，我先让苏巧慧委员再讲一下。我柯委员真的是全身发热，真的是那个太激动了，真的。那在这边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热度哦，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把具体的东西讲出来啦。我觉得我刚刚哦，其实也是很认真在看这个教育部的部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教文会嘛，其实是所有的，我们才是真正的跨部会啊。我们可以一次看到好多个部会对同一个议题到底着力有多深。所以今天司长在这边的话，你今天讲的和我们之后要去教育部审的预算，绝对是有联动的状况。你在今天能够说我们用科技部的这笔钱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计划，和教育部的时候，到时候你不要重复哦，不然的话，因为同样都是你哦，你不能讲重复的，不然的话，我们这个要怎么解决这个部分？这个就不是你的补充财源了。好，你不能把它当作你的补充财源。对，而且你在这里，你又说出他要一个新的形态。我的预算看不到的。对，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希望你司长能够提出说明，说，哎，这个东西是一个怎么样现象？其实本席还是非常的支持，我就一贯的态度啦，哈，我还是一贯的态度，我认为我们真的是想把事情做好。那我们希望是有好的新的方向，有新的真的是有效果的方向。刚刚也说了嘛，这个科技回廊，哎，这个对推不动科普到底是有没有作用？如果没有作用的话，是不是我还是钱照给你，但是你把用在这部分的钱把它省下来，我们集中钱去做一个真正有效果的东西。我想各位委员想要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贵部要有做事，事情一定要做，要做事情也是要有钱，所以钱还是会给，但是你就是提供一个理由，告诉我你这次提出来的方法是真的有效果的，其实要的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想我们都还是会继续，我们都还是尽量要支持啦，这个等一下招委可以做一个裁示啦。来，黄国书委员讲完之后，产学合作目前对台湾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了哈。如果台湾再不思考这个领域的话，那我们过去投资那么多的资源哈，顶大啊、焦灼啊，结果只是论文比赛。那当然，现在新的议题就是想办法要产学合作。那当然我们要去思考产业端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跟产业端媒合？这个都要去思考嘛。那过去的产学合作成效如何？当然我们也希望教育部有一个检讨报告出来嘛。那这个计划有五个，每一个案子都3亿，对啊，每个3亿总共15亿。哎，他偷了一下毒啊，那个概算都写在那嘛。好，就是你要有一个足以说服我们的，为什么都是3亿？就说。你们是一个框列概念的框列呢预算哈，还是说事实上你们已经知道有明确的做法跟策略啊？那这个做法跟策略是跟过去刚刚被柯志恩委员他也说得非常有道理，过去产学合作没有具体的成果，大家搞那么多年其实还是有困难嘛，还是有瓶颈嘛。那这个15亿给你的，那当然一定不是过去的计划的延伸嘛，是不是？还是好，还是真的是过去的计划延伸、啊哦？不是，这是一个新的计划哈。第一个新的计划嘛。跟委员报告15亿新的做法，因为我们申请24亿哈，最后审的结果是给我们15亿，然后每一个计划最高是3亿，所以加起来总共是15亿啊。那当然，这15亿有几个领域会不够不足的话，我们教育部有编列相关预算再增加。那这个计划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就是因为学校的我们着重的是老师，他有一些研发的技术，他可以有机会去新创公司，或是他可以做到商品化。那么最重要是延揽法人进来，所以每个计划至少要有3到5位的法人会延揽到这个学校这个计划里面，共同来努力。然后最后一定要出去开公司。开公司的过程，他会老师
本身都也要出去，也就是老师最后是会离开校园，你这个预算你怎么应用，带着学生出去。啊，怎么支用？你这个预算怎么支用？一些就是他的一些人事费啊，他要聘请那个财务或是这个技术管理人才，甚至他有一些设备，他需要再去去 update， 或是需要有一些要去做试验的一些相关的费用。重点是他延揽法人进来，法人的薪资待遇。不是用学校的薪资待遇，可能要去谈啊。所以这个预算其实就是给学校用，对，给学校用嘛。不是给学校，是给那个团队那个 team， 这里面有学校的老师跟带着他的学生，而且这个老师将来一定要承诺是要出去开公司，能够出去有新创公司，要离开校园的这样去。那个团队就是经过我们审查过程，有老师他愿意，他将来有技术，他愿意出去开设公司，然后他把他的构想写出他的构想计划，经过我们一些业界还有一些外面有创投经验的人，他们来逐一逐案的去审核挑出来。目前我们总共挑出了53件，第一轮我们总共分了两轮去挑，目前是构想书53件，然后接下来让他们去写实质计划书，在计划的内容再进一步再审核。我们是经过2道的审核程序。那你们那个，那好，那陆娜这边刚好顺带问一下，那你教育部有关于延伸企业的那个法条，你们有？目前还在研议，说，所以怎么办？赶快啊！衍生企业他，这个是老师他直接出去开公司哦，不你不违反你不在学校，不跟学校，他最后是老师出去，他离开学校，哎，他要承诺他会出去开公司，然后他离开学校，他的教职还保留，他可以借掉，他也可以离职。好，他用来，所以好，等一下，所以你相关的规范法源，我们就是有一个，你要跟着，目前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不可以先休息5分钟？还有成果归属办法，来先休息5分钟好了啦。你那个东西要先有那个东西，我们才有办法来谈你这个东西。好，那个来，市长，你回去准备一下，等一下5分钟休息时间，让你好好准备一套从法规的修订，从预算，从你执行的方式，好不好？那等一。接下来就是许智杰委员、蒋乃馨委员、哈黄国书委员。那你还没有松绑啊？
好，我们来继续开会，继续开会。来，大家请就坐。来，刚刚那个许志杰委员、黄国书委员，还有蒋乃馨委员要发言。来，许志杰委员，部长请回座。来，次长也坐。等一下给时间，你给次长讲一下、哦、他个人的这个产学合作的经验哦。我觉得可以帮助各位委员更理解一下，我们未来应该要改变过去哦不好或者是不良或者是没有什么绩效的产学合作的方式。那次长有一些个人经验可以分享了啊、哦。好，来，徐志久。教育部有一个次长啊，就是陈良基次长，他自己就是一个产学专家了。他是、啊、他自己有很多技转哈，有这个那个电那个电脑技转王啦，哎，技转王。那我们现在我们也找了一个次长，他是马达王了哈，就是成大里面专门做马达的哈，他马达专家了，马达达人了，他也是技转了很多。但是后来他有一阵子去当了这个金属中心的董事长，他也推了蛮多的。所以现在我们两个部会各有两个专家一起来把看看。以前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是不是有机会缩短所谓的学用落差、研用落差、研究跟用哈？研究以前我们很多放车底里面都没有拿出来用，那这个我们再想办法。另外一个就是原创落差了哈，就是做研究做完了，有些是可以帮企业啊，跟企业合作做；有些是可以现在企业不一定有的，我们就把它创新创业做出来哈，解决学用落差、研用落差跟原创落差。好，研究跟创，那我们就。来，先让许志杰委员先讲，委员先讲，等一下再请次长分享他的经验。来，许志杰委员，谢谢主席，谢谢大家哈。现在休困五分钟，该先玩了五号了哈。我讲一个简单的啦，其实我们去上一届，我们就审技职教育法，好，那技职教育法我们就一直要把衍生职业放在技职教育法里面，好，那当时我们蒋委员有反对的意见。我后来私底下就问蒋委员说：“哎、欸，那个乃馨兄，衍生企业的买卖，啊，你先来反对，啊、哦，哎，甲我讲，其实他反对的理由是，你教育部要做衍生企业是好事，但是怎么防避，你要定一个让大家可以清楚的游戏规则，哈、哦。所以我嘛甲教育部讲，我迄阵啊，你拄啊做技职司司长，我讲你去找蒋委员讲啊，因为蒋委员很清楚他要求的问题在哪里嘛。”啊，结果后来讲一讲之后，我们蒋委员还是没有得到他要的答案嘛，所以后来才不了了之嘛，后来才从技职教育法里面把衍生企业抽掉嘛，好、哦，所以他们讲，我就感觉这都足可惜，所以我今年一直咧要求教育部讲，啊，你这个是不是要怎么加进去？啊，教育部一直拢回回，拢无给我一个最后的答复啊、哦，现在变成科技部啊、哦，前几天我去参加那个什么。那个全国科技会议啊，伊、哦、讲总统有致辞，致辞讲以后像这种会当给企业家，哈、哦，爱当学界啊、哦，啊，把他的创新的技术，他都要部长讲哎，啊、哦，你学用落差也好，研用落差也好，啊、哦，研创落差也好，要怎么样把它带进去企业界？所以现在科技基本法里面可能要变成说，要怎么样让企业，好、哦、让教授可以投身在企业。这将来的是要规划的进来的，那有一点就类似教育部讲的，就是我们当时要求的衍生企业的那个观念，好、哦，后来，今嘛教育部他都我看教育部跟那个科资委员有一点，人家你问讲有啥无共，你讲拢无共，啊拢无共，含较早拢共款，人何必钱哦你呀？哦，啊你刚才讲的就是说啊，我今天如果有创新有不错的东西，可以投资到公司，可以怎么样去做合作？啊，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衍生企业跟科技基本法要改的这个的观念啊！你都讲功能了，才讲你有新的物件，无听有，因为创新有时候你没有办法马上说一定怎么样。创新如果现在可以让你预料得到，就不叫创新的啦。好、哦、啊，等于讲你去做研究了有好的效果，啊，你要安那去和企业界合作，啊，对台湾的产业，对台湾的经济有帮助。啊，这个就是你要用这一笔钱的目的嘛。啊，你一直说跟那个以前都一样，跟以前都一样，人家干嘛给你啊？好、哦，所以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哈，就说，因为啊，大家一理会嘛，一直大家观念完了讲不了，啊，咱们的钱怎么用哈、哦？有一些创新的东西，真的还不知道，说没有办法事先讲100%啦。好、哦，所以我是安尼建议啦，就讲、是、我是
我们将来这笔钱，其实像五加二创新产业本来就是新的东西。你现在说预计要做到什么程度，他们讲在这个各位，包括部长、包括总统，也蛮敢讲，以后会当做到什么程度啦。但是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方向，我们要修改的方向，我们将来要努力的方向。好，所以嘛是一定要有钱，通靠我都做代志啦。好，所以我是安尼建议啦，吼，迄个，因为这山到底山偌济，我嘛唔知是咪会当动啦，动一部分啦。啊，动一部分起来，就说好吧，大家再去把它弄得更清楚。好啊，我们就是行政单位啊，把我们要做的计划，我们就是先动一部分起来。啊，那将来哈、啊、要怎么做计划，给我们委员还有疑问的，给我们委员讲清楚。好啊，是不是？因为今嘛他们讲以前我那有压力了，哎、啊，拜托，那个乃先兄、志扬兄啊，我们柯委员哈。啊迄、那个预算属实有压力啦，啊，咱是不是吼？得讲吼，先动一部分啦。啊，这改改善呢，就是科技基本法，这个不是下午有公听会吗？科技基本法要处理的，大概就是衍生企业跟你这个将来创新要跟公司合作的，这个都会在那里面啦。好，啊，你也敢讲一寡新的名啊？咱看看钱好哩。好，这样子好不好？好，好，好不好？我要回应一下，来，这个因为他讲到我，所以我要回应一下。不，我原先在这刚刚也跟举手有跟主席讲过，说我要发言啊。我说实在，技职级教育技职级技术教育法是我推的，因为当时只有大学法，技职体系的没有专法，只有要用大学法，不管是师资各方面都必须要按照大学法。那可是大学呢？跟技师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所以我们当时就推技术级职业教育法。那原先的版本里面，我提的版本里面并没有延伸企业。那当然有想要，教育部有想要延伸企业，可是当时我就讲，你延伸企业是一方向，可是你要有一个配套。如果你没有配套，那光开大门，大门开了以后发生问题的时候要怎么来处理，这个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另外一个法，教育人员任用条例，当时有谈到有关延伸企业的精神，送到司法法制委员会，大家也是针对这个，我还记得柯总召一个人就讲了30分钟在司法法制委员会，他就是反对，他就是排防弊，为了防弊的问题。所以今天如果科学基本法如果没有配套的措施，还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就是一个车子有油门，不能光油门加，你要有刹车，刹车在哪里？我们就怕避免学校的老师利用政府的资源，利用国家的政府的时间，拿政府的薪水，可是心不在教学，而是在发展产业。说实在的，你看看前一阵子所发生的事情，对不对？中研院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这个一个问题嘛。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开门，一定要有一个配套。我想这个是应该要关心的事，应该要注意的事情。那至于这个问题，今天这个回到预算本身的问题。你光不管怎么样，93.1亿，只有8个字，在预算书上面是写了8个字，创新创业旗舰计划8个字，就要93.1亿，一个字10亿多，一个字10几亿，我们这是不是空白授权？你再看科发基金的税出预算有写吗？也没有啊，也没写啊。那预算书是政府送来的法案，通过是要经过立法院三读通过的东西，在三读通过的文件上面没有，只有8个字，一个字就是10几亿。好，今天你说行政院核定了，好，我们就讲教育部好了，我刚刚讲的教育部5件，每件3亿，5件15亿，3亿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这个一页纸。就是15亿，到底做些什么东西？它的细项、它的分项，每个项预算是多少？怎么要做些什么？在你这个今天给我们的资料里面，
就是这么一点点呢、啊。53个地方。所以今天我们站在立法院的立场，我要审核你教育部，你外事你科技部。这个15亿在教育部的预算上面有没有？没有，只有在科发基金的预算里面才会有。可是科发基金的预算里面也看不到。经济部的预算书看有没有这些钱？没有。科技部的预算书有没有？没有，都没有。一下子空白授权93亿多，就出去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如何尽我们立法委员的职责？我们如何尽我们监督政府的职责？这就是我一直在讲的。今天教育部提出的是24亿，最后核定的是15亿。为什么是15亿？这个我们不能知道吗？我们当然应该可以要知道嘛。那为什么每一项都只有3亿？不能说这一项重要的5亿，另外一项的差一点的2亿，不同类型的，对不对？你这个给我们的表格就是最高3亿，对不对？最高2亿。所以在你现在每一项都是3亿嘛？教育部5项每一项都是3亿嘛？对不对？可以说明嘛？所以基本上，你这些书面的资料，至少应该在预算书里面应该要显现。你这些补送的资料，在法律上都不算数的。你今天可以送这个资料，我明天可以送另外一个资料，只有预算书才是法定的预算。只有预算书才是公文书，其他都是私下补送的。这个符合预算法吗？你今天在说光碟，给我们一个光碟，你光碟不能改吗？你那个有法定效用吗？你那是行政院正式来我们给立法院的，补在预算书里面的吗？都没有啊。你们有公文给我们吗？也没有啊。所以你今天可以一个光碟，明天可以给我另外一个光碟，我到底依照哪一个版本来看？我们叫做产业。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我提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依照预算法33到39条？这就是法定的程序，你要摆在法定的预算书里面。我们审预算书，我们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到明年的时候，我在审107年的预算的时候，我就要把106年的预算书翻出来，我要对照，我才能够有对比啊。说实的，我每次审预算，我都是看3年呢、啊，当年度跟前2年的预算，我一起拿来对比啊。所以我今天为什么针对这个部分，我提出要删减的，就是第一个不符合预算法，第二个这些在预算书上面根本无法显现，我们看不出来。来那个黄国书委员了哈，来。我想是这个样子了，这个计划哈，产学研的链接计划，它是因着这个五大创新产业来的，那过去没有，当然就没有这个计划啊。当然我们要去检讨过去的产学合作，的确是有一些问题，那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事情啊。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现在要推五大创新计划，我们需不需要有这一个产学研的链接？需不需要啊？当然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不需要，那我也没有意见，但是看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产学研的链接啊，你这个所谓的五大创新计划它没有办法永续了，那以后要怎么推啊？所以这个没有过那个所谓五大创新计划，未来再推一定会很难推啦。然后你也不知道推了以后一年两年，那未来的永续怎么处理哈。所以我建议这样子啦哈，我们还是回过来思考，就是说台湾现在的产业跟学界走到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新的政府提出了五大创新产业计划，那这个计划要不要支持？如果不支持，那这个计划算了，就是全部简略算了。但如果觉得这个五大创新计划对台湾目前的现状而言它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再推的话，那这个计划当然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了。然后再来，我觉得说教育部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有非常清楚的说法啊，这个说法也就是说它的规范面啊，它的依据啊，包括你相关的要松绑的那个法源啊，我觉得你们要去做一些处理，那要有一个说明。再来大家也会认为说你这个3亿
到底是要做什么？你五大项每一个三例啊，你的具体执行的计划策略的内容是什么？因为现在我们都还对于相关的，比如说智慧机械、到亚洲矽谷、生技医药这几个创新材，我们都还在摸索，我们都还要想办法去理解的同时，我们当然更需要去了解你这个链接、产学研的链接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啊。理事长，你要去说服我们的啊、哦，所以我建议啦，这个预算可不可以我们动十分之一？好、哦，我们动十分之一，然后你把相关的那些比较细项，可以让我们很了解的，让我们愿意来支持这个计划的那个说明给我们，好、哦，那个书面报告给我们，好不好？好、哦，这我的建议了。来，钟嘉宾委员。好，谢谢哈。我觉得刚刚那个江委员跟黄委员这样顺下来，大概就串起来了啦。因为事实上，我过去没有参加过民意机关的预算审查，那来到立法院，我发现我们有几位来自直辖市的前市议员呐、啊，他们对预算的审查程序给我学习很多。那我刚刚觉得江委员说的也很清楚，本来照预算审查，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啊，预算书啊是代表我们审查的标的。但是呢，我在这几天的预算审查也发现啊，因为我们委员提出不管是三节啦、冻结啦，或是主决议，那行政机关做了很多关于预算书内没有表达方式的补充。那当然呢，我是持着一个比较哈、啊，用从实际的运作来看呢、啊，当然，明年我们这个预算如果按照我们审查结果通过之后，明年在执行的时候，我在这里跟江委员报告一下，我现在都在收集啊，所有的单位啊送来的补充资料，因为明年在执行的时候，这些补充资料我们因为有解冻的过程嘛，那如果说没有达到。上面当然有写些解冻条件的，比如说送书面报告而使得解冻啦，比如什么使得解冻啦。但是过去这段时间来，那个乃公放心哦，只要是送来的各种代表部会发言的内容，而且我们的全程有录影嘛，这个我们可以来追究预算有没有按照审查方式审查的承诺去执行的啦。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委员会还是有个把关的能力啦。所以我倒也是呼吁说那个黄委员的部分哈，我们是不是这样的重大计划，如果大家对于各部会的说明还不够详细清楚的，那纵使没有放在预算书里面表达，但有补充资料，让我们可以在未来执行的时候检证，那我们就准予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哈。以上说明。好，来，那许志杰委员。谢谢啊，潘水，我也是做语重心长的哈。这产学研合作哈，我都教育部讲产学研合作啊，你们要怎么产，要怎么合作呀、啊？所以其实我刚刚。可能我们公务机关哈要调整一个公务员的心态了哈，哦，就讲这不是公务员的心态，就讲像我咧讲奥斯卡金像奖对吧？恁免啦颁奖，到今拢无一寡较具体的物件啊。啊，你经济部、教育部、科技部，你把那个产学研真的是有巨大贡献的提出来，啊，这个是让全国人民一起看的。哎，这要看到就讲，哎，你标准你要定啊做严格，你用了歹，人就给你批评了啊！你我大家这个活动办了好，办了顺哈，而且举出来的例子都是真的有具体贡献的，哎、欸，那个才是我们要的东西。你比如讲，好了，产学咱控制的教育部生技医生技医药啦，我记得我捌咨询过，我讲吼，人个牙签嘛不是牙签，螺丝变牙根，我都还记得，啊，三块变五千。这是个男科，好，你有这种具体的案例，你提出来，就讲啊，阮以后希望要安那努力。你比如智慧机械啦，哈，起码台湾的工具机世界嘛最准对吧？你讲我在五轴工具机要做怎么样的提升？好，你想无贵些物件，还看讲啊，你以后标榜出来有法多贡献，哦啊，真的对台湾的产业界产生变化，哦，安尼阮听到阮就心动啊，对吧？你嘛讲贵人还心动哎，哦啊，所以。我觉得哈，对，心动不行动，对啊，你就是要把你算，你说坦白讲，我听到螺丝变牙根，三块变五千，我还蛮心动的，我觉得还不错啊。好，啊，但是你就是讲要安那个这具体的产学研有贡献呢？我也可以，我现在你比如说像史丹佛跟矽谷啦，没有史丹佛怎么会有矽谷呢？啊，我们的亚洲矽谷需要亚洲的很多史丹佛大学，这就是你产学研要去努力的呀。没有意见的。其实坦白讲，我觉得还有那个乃先生，我有个观念哈，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跟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台湾防弊的观念太多。那是补助的。啊，当然要怎么防弊，这个是要思考。但是我们做事情，对，有时候哈，其实开放一点，比如说我拿翁启慧的例子啊哈，
比如讲，也当你要30%高分，合理合法嘞？其他可能不要这问题。啊，其他去更多的教授，像我们那个次长季准王，他很多东西他就直接季转，我也当判30%，你好谈开要紧。啊，至少对产业界会产生变化。啊，你即马拢惊伊谈，伊即马全拢说嘞，说你来对。当这个观念是不一样的观念啊，他们讲。有时候包括台湾的采购法，为什么大家都不敢用最有利标，都用最低标？因为都是黄币，大家都怕死。当然这个部分是一个不一样的观念。我觉得公务员，我们将来会在，比如说法务部啦，那个是另外的问题，我们会再继续再去努力，说看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有机会改变啦。但是总而言之，就是说我们希望说有这种机会哈，创新本来就是安尼，有时候开放一点，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一步你有哪观念要改变，所以你不能说很本来都赶快，你很本来都赶快我就不接受了。你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才可以接受嘛。那我们用这样子来拜托我们的其他的委员工，是不是我们可以用这样就特别说我跟我医生我要压力啦。就是说动啦。我们先动，我们的国书兄说动1/10嘛，还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来处理了哈？我建议各位委员来，是不是有一个具体的方式啊？我们很具体的要求。奶公，你先听我讲完，你先听我讲，我现在先处理没有争议的部分，好不好？我刚刚听了大家的意见，都集中在13、14，那15、16呢？基本上呢，我们第165案到167案，这个有关15培育及延揽及奖助科技人才计划，这个30亿2544万1000元，这三案，我们是不是就先就照列？好，十五的部分。主席，我16有一就全部动了。我现在处理15啦，我现在先处理好不好？15，咋个？165案到167案。好，如果现场委员大家没有意见，那我们就照列。好，那我们现在来处理哦，刚刚13、14还有16哦，这个蒋乃馨委员有意见的部分，那包括旗舰计划也在这13的子计划里面。那是不是大家可以刚刚黄国书委员、钟嘉宾委员跟许志杰委员提议是说动1/10，那专案报告。我想请教一下部长，好不好？部长，创新创业旗舰计划几年？创新创业旗舰计划是几年的？有些计划是2年，有些3年，有些4年。我们推出这些计划，总共要多少钱？总共我们第一年就是100亿嘛，哈，那现在在我们是93年，有的是就2年，有的是3年，有的是4年嘛。对，那这样的话，照你的规划来讲，总共要多少钱？我们第一年现在93年，第二年，第二年、第三年，我们将近是60亿的，我都因为那总计划做不好的，我们就把它拿掉。所以嘛，你是且战且走嘛，就是每年对不对？所以你整个连续性计划。到底要做几年？不知道，因为哪一个预算是做两年？这里面哪一个计划是做2年？哪一个计划是做3年？做不好我们就要让他。哪一个计划是做4年？我们也不知道。不，每年都要审的。做不好我们就让他。花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不，这边是科技计划，不是产业计划了。我知道嘛。我知道嘛。那这个是连续性预算还是年度预算？年度预算，这个是年度预算。东西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不，这个你预算书也不写，什么都不写，就是8个字，一个字10几亿，哪有世界上有这么金贵的字啊？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不管怎样，我们立法院替民众看紧荷包，我要给你钱，我们要不要对民众有交代？要嘛。到底几年的预算，总数会有多少？不知道，像比如你那个沙轮，到底是几年的预算？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你总预算要多少？科技计划的特性就对嘛？跟那个产业就沙轮来讲的话，你现在给我据我了解的资料，有第一期，有第二期。对，第一期、第二期还有没有第三期？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钱？也不知道。做到什么样的东西？不知道。通通在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不，我们当然有个当然有个预期的，这个东西不是你决定的嘛，这就是告诉你，就是不是你决定的事，不是决定的事情到这边来给我们答复，决定的人不来，
问题就在这里嘛。好，来安排，来来，吴志阳委员，懂吗？好，我觉得决定的人要来嘛。我觉得乃公非常非常尽力了哈。那的确，我们这个预算法里面哈，我们真的现在在看到预算书里面，真的就只有那八个字，那已经是一个超级大空白授权。后来你们来的这一本，当然有比较清楚的项目，但是你们很多这个又是变成小的空白授权，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像刚刚大家在讲的，你那个五个为什么是一个三亿？好，然后五个，好，就总共15亿。然后这15亿里面呢，比其他的各个计划都简略。好，其他你每一个计划都有一个配局的说法。这个21到25啊，总共就只有一个配局。好，那我就讲说，计划在这里的。对，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后来要提这个，你们也审查过了。就像刚刚那个许世坚讲的，你为什么不会把你们过的？到底是什么案子的重点，就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现在你现在放在那边，我们当然不知，我们没有办法看啊，是不是？所以即使是到了这里，我们还是感觉到还是一个第二个层次的空白授权嘛，对吧？既然已经审完了，你又不把你到底哪样到底这个有一个他在今年11月4号哈，有简送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所提之106年度产业创新旗舰计划书及相关资料的光碟一份。那光碟里面就把你手上的那一个的表格里面的每一个计划，都在那个光碟里面。这个的光碟。对对对对对对，全部这一大塔。拢总伫荷兰办公室的光碟来，对啦，啊，可能我们大家没有看到那个光碟啦，嘿，啊，他没有印这个纸本出来啦，就是刚刚讲的嘛，譬如你创新创业旗舰计划里面有好多项嘛，对不对？现在有20-30项嘛，对不对？哪一项2年，哪一项3年，哪一项4年，哪一项要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你光碟里面绝对有吗？绝对没有嘛！来，科技汇报来的直秘来。第二个来讲的话，科学绿人沙轮城7个字，不止4亿哦，它因为它这是连续型预算哦，它不是年度预算哦。你总共预算多少钱？报告委员，科学绿人科学那个沙轮绿人科学城总预算是多少？总预算是多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这个头洗下去就要一直洗下去哦。你土地拿到了，规划费拿到了，后面怎么做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这种情况下，我们给多少钱？我们今年4亿，明年要给多少？后年要给多少？今年4亿，明年可能要几十亿，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这个就是如何符合预算法，我们要知道嘛。你这个是连续型预算，你就按照连续型预算的方式来处理嘛，对不对？耿委员，我今天是请教部长，我没有请教你，没有关系了。今天的预算是在科技部，你政委来我就让他讲话，你政委不来你来讲话干嘛？来来，部长。简单说明了哈，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再安排专案报告了哈，甚至实地再去考察一次也可以安排。真的是谢谢委员的指教了哈，这个旗舰计划我刚才讲时程上我们是慢了一些了哈，所以那后来那至于针对旗舰计划，真的是所有的程序我说都是非常严谨的了。那假如说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那个那么赶的话哈，你是不是委员给我们一点机会？假如说先让我们暂照列，那假如说要一些说先冻结，我们明年哈3、4月我们只开始那个，因为各部位也要去以。我们是审查各，我们是以各部会提案的，不是大学提案。像教育部哈，他个3亿，他回去以后啊，他还要有一个办法让各大学来提案，哪一个大学可以做了，让那个教育部认为是他们适合他才给钱的。所以我们平常是框列了啊，这个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只有部会提案，不是这个执行机构像大学或是哪一个单位提案，是各部会提案来以后，他把钱拿。我们给他钱有几亿，你看都是几亿几亿嘛。回去以后，他要在那个地方，他要找执行机构来执行的。有些当然是他自己那个他的部分的局处执行，有些是，这个像教育部就是大学在执行嘛，是这样。那至于那个委员讲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是第一年的年度计划了，因为今年比较晚，那第二年第三年我们要是有机会，我们专案报告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比较详细的，有些是两年，有些三年是四年的那个期程，我们把它讲清楚了，可以吧？哎，其实科技部在那个利农科学城里面，我们也是一部分的，很有诚意在解释说明的啦。还有经济部有一部分，那台南市政府有一部分是这样。其实主席啊，我其实重点就是我知道了，有决定权的人到这边来。我知道说我们来排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对不对？好了，来，我们就是不是就我刚刚所讲的哈，那大家很关心的第十三、十四、十六三个计划都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好啊，专案报告。二十分之一呢？不，二十分之一啊。那个，来，吴志扬委，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沙仑绿能科学城的啊。好，我现在在帮你们，我会提出的意见哈。第一个，你有一个是买地费用，是不是？你买的到底是哪一块 ？C 那一块是不是？那第一没有问 ，DX 没有问题是吧？第一好，那我跟你讲，你这个简报里面第九页，应该没有。好。上厕所了啦。好，第九页里面指的那个研究中心的那个点啊，点错位置啊。好了好了，你点到 C 旁边的那个，你知道吗？哪一套？就是那里。好，你第九页的图跟第十二页的图就不一样了嘛。啊。他说要控留一下，对不对？高铁有点距离、啊。对，我跟你讲，你点就点中，因为你有那种面积的问题啊。我要知道你是 C 嘛，对不对？所以应该再往前再延伸一点，抽到 C 里面嘛，对不对？好，这个是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啊，你这个整个计划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没有错，这是一个整体国家的策略啊。但是你们欠缺一个东西，就是我讲的。好，你一样这个计划，在以核能研究所为中心的那块地来做的时候的效益评估的差异是什么？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是大家会质疑嘛，你要重弄一个，你时间上对我们很急的是，我们不是只有在绿能科学城弄那边的绿化而已，那是一个示范的地方，最后要推广到全国嘛，所以不是把那里打造好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是有速度的问题。这是研究中心的。对，我跟你讲，你第十页这个，你说他的一些部落，好，我跟你讲，你以核能研究所周围画起来看，绝对比这强十倍以上。好，能量，所以你没有做一个 SWOT 分析嘛？你就说，那为什么这个计划很好，很好？哦，但是为什么是用这个方式去执行？好，所以这个你欠缺这样子的一个说明。我先处理。好，来等一下再回答哈，这个刚刚吴志扬委员的问题哈啊，还有次长的经验分享。我们这个预算呢哈，来，我们就十三、十四、十六这三个计划各冻结五分之一，采专案报告。好，来。十三、十四、十六各冻结五分之一专案报告，然后各冻结，对啦，就全做全数五分之一嘛，哈。十六是我们科技部里面的那个所有的会议中心啊，或是这个没要紧啦，哦。来，那第十五我刚才宣读过了，就照列哈。来，各位委员，我们再回到刚刚整体的135、136、137整体的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啊哈，我们就照刚刚的这个处理跟决议。好，以上来，刚刚说那个吴志扬委员的关心的部分，还有呢，我们次长要补充说明的部分。啊，等一下，还有两个主决议啊，对不起啊，那个李立芬委员的啊、哦，来，主决议赶快先看一下，你们拟的吗？哈，啊，要宣读，有宣读了吗？那个要宣。来，你们刚刚吴志扬委员的问题，要不要先回应一下？来，我是，都上次都处理过了，通通完了。是一二三一的五分之一吗？就十三、十四、十六啊。一二三，然后一个四亿。对啊，一个一二三亿啊，一个四亿啊。一二三，一个四亿，一个十三亿，各四亿。对啊。
高主席啊，那个你说主决议到225那个都那都处理过了，上次的 OK 了。你今天这个是新加的是吧？新加的两岸。16那个也是五分之一嘛。16也是五分之一啦。他要拆开讲，这个15没有啦。15照列哈。那我们就以蒋乃馨委员的那一个提案，那13、14、16各冻结五分之一专案报告，好。来来，请宣读主决议。主决议删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第12条与第24号一般性建立，乃关于女性在健康权上之平等，能在生殖医疗领域因性别而生殖差异，包括对健康之影响，会经研究难以得知。我国政府持续推动性别主流化，并已通过西德公约之施行法，故对妇女健康权保障乃国家之义务。科技部为维护女性健康，应要求所补助之生殖医疗相关计划进行性别影响评估，以应对不同性别之作用及效果。提案人委员李立芬、张廖万坚、吴思瑶、何新纯、黄国书、苏巧慧。我报告各位，李立芬委员的这两个主决议就是刚刚他的提案，好，他的提案的一个内容说明哦，把它转换为主决议来做这个决议而已啊、哦。所以如果这样大家没有意见，应该就照案通过 ，OK 了哈。OK， 没问题，没问题啊，好，来下一案。OK， 好，主决议133，据台湾失智症协会统计，台湾失智症人口已逾26万，失智症患者常有走失情况，造成家属不安。现有之爱心手链与 NFC 智慧手环等辅具，虽可传递患者资讯，然能无力于家属于第一时间寻找家人。现有科技已可制作具 GPS 定位功能之手环，为市售品项，价格高昂，一般家庭不易负担。查科技部之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基金历年来均有进行科技辅具研发，因此建请科技部就具 GPS 功能之评价智慧手环进行研发，使四项科技可惠及广大失智症患者家庭。提案人委员李立芬、张廖万坚、吴思瑶、何新纯、黄国书、苏巧慧，宣读完毕。好，那这一项主决议应该没问题吧？你好。好，那我们就照案通过哈、哦。那刚刚次长有要分享他的产学合作经验哈、哦，没关系，我们请他跟教育部哈、哦，把他的经验跟教育部讲哈、哦，才能够真正落实哦。那各位委员如果没有其他意见，我们今天的审查结果免予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关于今天的会议做如下的决议哦，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科技部及所属单位预算案全部审查完竣。那对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于两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那报告委员会，今天的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啊，下午有公听会，欢迎大家参与，2点半啊。好。科技基本法的修法公听会。我只喜欢
因为我不知道，我只是提醒到时候会变大。我们这个计划希望让我们成果出来以后，会给大家听说是，我知道原来有看到你的 FB， 我的 FB 是非常多大学老师、大学老师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好了，不能开始讲，我跟我学妹好好沟通一下。哪里学妹啊？我们政大教育系。对啊，我是说你到这个部分会有这个。